缺點會唔會幫助到我哋成長呢？其實我自己咧就係一個 tough love 嘅人嚟嘅，你知唔知係咩？即係咧，我係唔中意老師咧，係唔係都讚我？雖然我成日都係唔係都讚人，但係我覺得可能啲同學中意啊嘛。但我自己其實係唔中意啊，因為我覺得咧，如果老師唔直接指出我，但係我係一個幾即係我意志力一個幾強嘅人嚟嘅，我係人哋唔會好容易，即係我係唔會因為受批評而覺得自我價值變低嘅人嚟嘅。咁我覺得咧，即係喺我以前學鋪嘅時候咧，我因為我啲老師咧會係對我啊，你跳得好好啊，你都好，跟住我翻去睇片，我明明跳成咁，你都話跳得好，我就會覺得咧，如果我個老師肯直接同我講話，你呢度跳得唔夠好，你呢度做得唔夠好，我會進步得快啲。所以咧，我自己就覺得咧。如果我能夠看得到我自己的缺點，同埋老師能夠話到俾我知我唔好的地方喺邊度，我係會進步得快啲嘅。所以我覺得佢哋係咪都話好咧？我唔係好中意嘅以前。我覺得我冇記性啦。第二方面就是我 time management 做得比較差嘅。其實我會覺得我點解會知道我自己有呢個缺點呢，就是都是一個了解自己的過程嚟嘅。咁喺呢個瞭解自己嘅過程裏面咧，你知道你自己有呢個缺點咧，你要接受佢啦。即係你唔可以話哦，我冇呢個缺點，你去否認呢個缺點咧，咁係自欺欺人嘅。咁但係如果你接受呢個缺點嘅時候咧，你就會知道要揾啲方法去改善佢咯。我會無限地將一啲困難放大嘅人嚟，同埋係我係。對自己真的沒有信心，我真的覺得自己做不到，覺得不多不少都會的，是的。咁我覺得至少是我，即我不覺得因為我覺得我做不到我會不練，即我覺得這件事是有好處的，即我知道自己不足的，同埋我已經有定心理準備了，即我已經想到最差的了。咁今天我都明知一定是留班的了，但我都覺得我的心態就會接受到，因為最差都只是這樣而已。還有因為我就是知道不得，還有我會很多位會害怕或者什麼，我會覺得是會令到自己起碼做不到都好，我會想辦法令自己不要受傷先，我覺得這樣我才繼續練上去嘛。所以我覺得有一些位是因為我將困難看得很大，好像藉口一樣，但是我覺得就是有時是我會更加小心，而且會將東西拆得更小去希望做得到。那個缺點我覺得最大的問題就是很容易緊張，我所有東西都很緊張，剛才考試未考的很緊張很緊張，隻手平時不出汗，我隻手套濕了很緊張。第二個缺點呢就是想得太多，成日往不好的方面去想，都是的。第一個缺點容易緊張，一定會幫到我成長，因為緊張那在提前我會做更加多的準備，可以令到件事安全一點，穩陣一點，我不熟就再練多一點，今天太緊張了，那就早點起身，早點準備早點出門口，都有幫助的。但是其實我想自己可以放鬆一點。缺點最大的缺點應該是成日遲到，跟住第二個缺點就是我覺得我由細到大都不覺得自己是一個有責任心的人，但現在即我又一路改變，跟住啲朋友都認識了很多年，咁佢哋我想應該都接受曬啦。跟住呢啲缺點，我覺得而家大個，即以前翻 part time 就話，但係而家 full time 咁樣，跟住我覺得即你冇可能會射到波，或者可能逢禮拜六上嚟上堂，你冇可能因為攰唔知醒就唔嚟。我哇，其實我好叻，我五個星期。我最遲嗰次應該就係第一堂遲咗5分鐘，然之後就次次都係準時到，我覺得好叻啊！缺點就係我覺得自己個人都係比較心急嘅，咁同埋我個人係比較麻甩少少嘅，咁所以跳舞對我嚟講係個好大嘅考驗。唔知道你有冇聽過我哋其中一位老師叫做 Dimple 老師嘅，成日話我咧，佢話即係 Dimple， 我哋其中一位老師叫做 Dimple 啦。咁 Dimple 係我第一期嘅學生嚟嘅，即係好耐好耐之前嘅學生。以前咧我係好惡嘅，
即係以前，因為我覺得好想啲學生進步得快啲啊，我唔想成日係咪都讚佢哋，即係唔好咪話唔好咯。因為我係想，我係老師嚟噶嘛，我係想你好，我唔係想即係我嘅責任係教你好，教到令你變得好，而唔係氹你啊嘛。所以 Dimple 當時咧就受我好多嘅。他就受了很多的批评的，你看他现在跳得挺好，因为是这样批评他的。那我以前就用这种方法就教的，不过教一下教一下呢，我就觉得其实鼓励呢，即赞人都是好的，即赞、啊、你这个做得很好，不如你，不过如果你这样做会做得更加好。我现在就用了这个办法了。所以呢 我自己是真心觉得，如果我的缺點，我能夠看，不是說缺點能不能夠幫我變好，而是我要認，即是我要知道，我要看得出我的缺點在哪裡才可以變好。這個一直都是我的理念來的。 我自己看我自己的影片呢，我就會不停是找錯處的，即是我頭跳舞頭五年是不能夠看自己的影片多過十秒的，因為我是、跳成這樣，之後現在就可以了。咁我係會不停睇我自己嘅片，揾到唔好嘅地方，然後我會改，跟住我再跳再錄，一見到唔好嘅地方咧，我就會改。咁我所以覺得我嘅缺點係有真係幫我變得好嘅。咁我而家咧就教好同教學生嘅時候，我就會讚咗大家先嘅。唔知點解會變成咁嘅咧？我以前唔係咁嘅，真係我以前係直接指出大家嘅錯處改咯。但我而家好似变咗另一个，我都而家觉得自己好似变咗啦。我已经有学生咧同我讲，佢话 Melody， 我好想要翻以前嗰个你啊，但系嗰个我已经唔存在啦，唔知佢去咗边度，系我唔知点解自己会变咗。所以我而家即系我都会，我觉得大家唔需要担，唔需要觉得自己跳得唔好，因为你觉得自己跳得唔好，呢、這个咧就系你提升咗你嘅审美观。如果你跳你一段舞，见到自己，你觉得啊，我真系跳得好好啊，咁一系你就跳得真系好好，一系咧你就根本唔识得分好唔好，咁两个都有好，即系两个都系有。即係你跳得好好固然好啦，如果你係唔識得分自己跳得好唔好咧，咁你進步就會進步得慢咯。所以如果你自己跳舞覺得自己有唔好嘅地方係好好噶，咁你就慢慢好似我以前咁咯，睇我自己嘅片揾唔好嘅地方，然之後再每個改變，就會令到大家進步得更加快啦。如果有一日你見到我，你好想，你真係即係你個，你好想我直接話俾你知，你呢度真係跳得好差。不如你改咗佢啦，你話俾我知啦，我可以試下揾翻呢個我出嚟。